昨天都作废，现在你在我眼前，我想爱，请给我机会。你取我们的耳机，我们再准备一下，白的白的。认定你就是答案，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。牵手，牵手吧。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顽固的人不很累，爱上你我不撤退。什么时候三搭，反正我是觉得就如果有合适的剧本合适的角色，然后就是我是很愿意跟心绪再继续合作的，其他的都就不愿意了。谁嘲笑我极端。